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我是怪妹，今天我们来玩 Roblox 的海我，它是个双人玩家的跑酷障碍赛，征服火山，与你的伙伴一起踏上漫长而痛苦的旅程。Oh my god！跳跃、潜水、投掷和爬到顶部，这游戏越来越难，会让你很生气。记得要经常休息并保持水分。我准备好了。OK， 我现在进来游戏里面了。看起来我需要一个伙伴。一般来说，我都会想跟我的朋友鸵鸟来玩，但是他去当兵了。而且你们在看到这部片的时候，我应该也在当兵了，所以记得帮这部片按下一个喜欢。剧影里面的我看到有喜欢多点，会比较高兴。这不是一个检查点，如果你掉下来，你不会被传送到它。这是一个召回信标，用它来让你的队友转向你。他说这个旗子不是一个检查点，但是可以让我的队友传送到我的边去。OK， 我大概。懂了，所以这游戏我们好像把队友丢到对面去，队友就可以靠着旗子传送到你那边去。我现在需要一个队友，有没有人？哎，你队友退出了，跟我。Nope。他宁愿退出也不要跟我。所以今天我到底可以爬到这个火山多少公尺呢？最高是500。如果我连200公尺都没有爬到，我就随机送一位观众500 Robux。终于有人了 ，Hello！ 你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我不会要求太多。算了，我想要另外一个女生，来不及，他想要来丢我过去喽。Let's go， 做得好，我按这个旗子就可以把我的队友召回来。Let's go， 合作无间，这完全是我第一次玩，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走。看起来是走一些有透明的地方，把他丢出去。你还可以，他蛮强的，你原来可以利用我当成头，他现在把我丢过去了，喂，你没丢好，你丢太大力了啦，不然换我丢你，喂，这好奇怪，这透明的东西我都会被穿透，我只能透过它走，可以交给你吧，你来，我不知道什么，我没有办法，你看他走就可以走到平台上面。我懂了，我是蓝色的，它是红色的，然后刚刚那是红色平台。我懂了。然后这次他有丢好，而且我直接把它传送过来。我刚刚也按到旗子，我是蓝色的，所以这边应该只有我才能走。你看，它是红色，它就掉下去了。对，它可能也是这游戏新手，它应该等下就会懂了。这边只有我走了过去。它直接把我丢过来，这也是可以了。然后把它召唤过来，它都很喜欢抬我，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它可以 carry 我。召回队友，这次换我用你了，我也要跑酷一下，好吗？然后这边是蓝色的，所以我可以走。耶、yeah!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到200公尺，因为他感觉是有脑袋的。这时候可能要靠你了，对不对？因为这边红色的台阶，但是我直接把你丢过去试试看看。耶、yeah! ！我不太会丢人，再让我丢一次，我再丢一次。耶、yeah! ！Nice！ 我丢上去，我把丢上去了 ，Let's go！现在看起来就是红色的地方咯，应该是他走上，他靠我，没有，应该是我靠他过去才对。I carry， OK， Let's go， IQ 180各位。然后这边蓝色的，我们就可以这样过来。刚刚那地方还蛮酷的，然后这边换成他，因为这边是蓝色这种条。我丢墙壁 ，OK， 换你，他应该知道怎么做，他感觉蛮聪明的。Let's go。我们回到起点了。我以为你知道怎么做Sorry。All right， 不要再犯下第二次错误就好了。再犯我就把你丢出去。Don't mess up， 不要再犯下同样的错误了。But I don't know how. Use shift lock， 加油，你可以的。Slow。OK， 你快办到了，一半了。Yes， nice。你搬到了，加油！我们现在是3公尺，我们一定要到重生点。旁边有风不知道会不会把它推下去。可以！我猜是要走那边蓝色平台了。他好像还是不太懂蓝色台阶是需要我。If the platform is blue, me go。他直接把我丢上去，我把你抬上来，也是可以了。我们现在61公尺。这边应该就是可以传送过去了，有啦，有进度了 ，OK， 耶、yeah, ，像这样子 ，Let's go， 红色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透明的，我就靠它身体走就 OK 了，3、2、1 ，Let's go， 丢到了 ，OK，
可以抬起来我了，不要失败哦，我们在76公尺咯，他应该现在懂了。 Let's go， 前面是重生点吗？拜托成功了，差点掉下去。 Oh my god， 这边 NPC 在讲什么？ So only your red teammate is allowed through here. But don't worry, if they can beat this trial, you'll reach the first checkpoint. OK， 队友，这边需要你了，只有红色可以过得去，我完全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还不知道我过不来，他现在看来在跟 NPC 讲话，他应该就懂了。如果他看得懂英文的话，我的微笑脸快要撑不住了，好吗？希望你现在懂了，里面到底是什么，好想看哦。哦，未配对，你被取消，你挂了。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我们刚刚走了这么远，我不接受，除非你先解释。Explain yourself. 欸，猫猫欸。Oh. 猫猫把别人丢下去，我还是不要跟那只猫同队好。I feel dumb and I wanted to resist. 他说他失败了，所以想要重生呢。Fine. 欸，他找其他男人了。What? 我被删到猴子了。你们现在是说我被绿了吗？哇。OK， 各位，我现在换了一个伺服器，然后跟这个黑猫女好了。我们在第50公尺了，她感觉是够聪明，但就是很想要一直自己抬我之类的。69 ，nice， 69公尺，加油，这边需要你了。嗯，喂，你不要忘记带我、啊，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刚刚一下阿兹海默症发作，我没事的。Yes， 我们终于要回到原本的进度了。Let's go， 我进不去这里了，我是蓝色的。为什么大家都不懂？我不懂是我太聪明了，还是怎样？可能是有电乐有感笔电，跟帮着我们按一个喜欢吧。所以 IQ 180。哎，他把我传送过来了 ，Let's go，Nice！ 哦，不要丢，不要丢，这边是需要我 ，No！ 哦，当我没说，我以为是需要我过去才对。免费队友口袋，将他们扔在这里，他们会没事。What？ 哦，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我丢到深渊 ？Why? It's all I can. Alright. 这边我决定花25 Robux 交换颜色，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探索看看，因为我太想看这洞里面到底什么东西了。我现在就成为红色了，里面到底什么？我看看，单人的哦，看来是一个单人跑酷。Why? 我换到红色，他就直接离开了。Oh my god！ 然后现在我需要这个。然后现在这培根头不知道在干嘛。哦，他在我去找彩蛋。哦，谢谢你培根头。那个里面好多猫猫跟狗狗，我觉得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果然，我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培根头。哇哦哇，那培根头直接带我走捷径吗？哇，我没有想到哎，我可以直接把它丢到下一个棋子那边。Let's go， 我丢到了，我丢到了。这样我们就直接跨过那边那个棋子，直接丢到这里来了。这个培根头很 pro， 我喜欢，他应该很喜欢我。我们等了彼此很久了，欸、他想加我好友，我真的想加我好友，但接受。Let's go， 我们一起到200公尺的。你看他都懂，他都懂。蓝色的地方他就把我丢下来让我走 ，IQ 100把我怀疑他是观众，这么聪明。接下来就靠你了，培根头。啊！哎、欸，我是不小心按到他了，sorry。哦，我刚刚滑鼠不小心按到，Miss Craig SD， 让我想到我之前在那个 Roblox 总戏剧也是说不小心按错，但这次是真的不小心按错了。啊，培根头肯定可以过，那里面的跑酷没有很难，任何一个 moment 我都会被传送过去了。Nope。What？ Sorry， Leg。Bye。他要离开了。OK， bye。 It's time to sleep。 你是我永远过不去的晚安。 OK， 我新配对到这个人，希望你够强好吗？ Kuro Neko。 哇，他真的不会走吗？他在卡别人，这个人感觉是一个屁孩，他在卡别人，也许他实力还 OK， 但是感觉不是很可靠。好了，我也不要说他屁孩好了，说明他不是嘛。Nice， 哦、oh, ，Nice，OK，、okay, 这边需要我了，这边需要我了 ，Nice， 你给我杀了我 ，Oh my god， 他直接把我丢进去了。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的缺点了，是我要求太高了。OK， 他把我召唤回来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这边需要我一个人来走，
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里面的跑酷，起码我现在是红色，然后我可以玩里面的跑酷。OK， 乖啦，可以走了。Nice。OK，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森林区了。免费队友口袋，我很需要把它放在这里，你就放到这里吧。Oh no。OK， 没关系，我可以重生，我可以复活。OK， 复活了。没事，你生气的，哈哈，这边来，给你队友口袋，我把它放在这边，你最适合在这里了。现在换我来这边安安全全的爬了，我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东西，但是我先把它放在那边。哎、欸，我们到检查点二 ，Let's go， 我们终于到100公尺了，各位 ，Let's go， 呜呼。OK， 各位，看来这真的是一个蛮吃队友技术合作的一个游戏，而且还真的还蛮好玩的。Oh my god， 他要把我推下去了。最后我们成功达到100公尺，但是没有达到200公尺，所以我就来送一位观众500 Robux。Let's go， 谁有订阅有感笔电 ？OK，Let's、okay, go， 想获得500 Robux 的话，记得也考虑订阅下去吧，谢谢。然后如果你们希望我继续破100公尺以后的话，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我是还蛮想继续破的。那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啦，每周一三五看别人 YouTube， 我是干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